今天钓到了没有？啊，到了，当然的高了，钓到这件事，你管这人？对啊。你要彩排哟！对，老哥，你让他领，老哥不让他领，老哥。是战士，都是勇士，都是要竭力来为。
Thank you.
如园。那今天我们来了非常多的长官来宾哈，首先是最辛苦筹划这整个活动，我们张世周我们的处长，还有我们许富山副座，以及所有我们劳工处的伙伴。另外是我们这一次啊，我们承办我们救国团团委会啊，我们的李总干事。首先是我们的救国团会长啊，我们的许会长，还有我们所有救国团的好伙伴。好，另外的话是大三啊，我们的这个协理。另外来讲的话，就从我这边啊看到的，我们展售啊，我们展售的好朋友，以及啊我们郑高专。哎，另外的话是我们德西啊，我们德西企业。的好伙伴，另外的话，还有我们张元，张元的话是我们的张总务啊带领的团队，另外我们台硕的好朋友在哪里？啊，台硕我们重工我们总管理员啊带领的所有的这些好伙伴，另外是大三刚我们骑过了，再来的话是我们的金树啊金树塑胶的好伙伴。是张主管哈，还有是福茂兴业，哇，两只大队伍啊，我们福茂兴业的话有我们管理师，另外的话是我们的张俊仪啊管理员带领的团队，还有我们张元，张元刚刚有提到了哈，我们的总务啊张总务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啊，当然还有我们刘巡官，还有我们的何秘书，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。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姐妹来自印尼的姐妹，她的舞蹈赞不赞？赞，真的好赞！我刚跟我们处长在一起哦，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来自国外的这些，不管是兄弟姐妹哦，我们高手真的是在民间，我们可以筹划一个节日哦，是专属于大家的，那让我们也见识一下，我们不用出国，我们就可以欣赏到大家独特一格，具有浓浓的自己国家风味的，不管是我们的舞蹈歌唱啊，我们的这个美声脉络了，那如果可以结合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文化的呈现，不管是在美食，不管是在我们的衣着戏剧，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美食哦，我今天超开心的，因为我每次到新加坡，我一定要到樟宜机场去买什么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一定要去买那个板蓝蛋糕，我一定要去买它的那个板蓝的那个蛋糕，里面有还有娘惹糕，还有那个榴莲做的糕点等等等。哎，我发现在这里就有了，另外在这个樟宜机场，我要去买它的姜黄饭啊等等等。因为这个大家都不用出国，而且我刚刚看到大家跟家乡用家乡话在对谈，然后看到家乡的食物，哇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同理心，像我们都是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，台湾宝岛有很多的美食，但我相信跟家乡的味道毕竟是差了那么一级的哈，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劳工处，还有各所有的我们这些企业的经营者，大家都用同理心，365天就这么一天，我们大家稍微努力一下，然后嘛把资源整合一下，就可以让大家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天。我们很期待今天大家有回家的感觉，我们好期待今天在这个放松的情境里面，透过不管拔河美食还有家乡，大家齐聚一堂，我们很期待所有的疲惫都可以怎么样，都可以消失了，那取而代之的是满的那种幸福又甜蜜的感觉。尤其我们中秋节快到了哦，中秋的话在我们台湾东方的社会是属于一种团圆的季节啊，所以呢我们很期待我们劳工处提前帮大家团圆庆中秋，我们大家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幸福跟甜蜜，虽然只有一天，但我希望日后的365天都够大家来享用哈。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，我们大家都很努力，谢谢大家帮我们把宝岛，帮我们台湾，帮我们云岭的各行各业
主要是常常会站不上。
要到十点之前，好麻烦我们所有的领队们要带领我们的移工朋友来进行热身。第二点，好，我们每一队是十个人。为什么就举到这一队啊？如果对于举重有疑虑的话，我们会刚才来过半。如果没有疑虑，我们就直接来进行比赛。我们比赛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，各十人。男子组是800公斤以下，女子组是700公斤以下。来一场，请各领队请注意。第三点，我们。不要拉，不要拉，我们因为我们是请副队长开的，我们要拍照。
想再怎么去麻痹自己。